哇！爷爷干嘛呢？哦，这好久没玩这个了。对呀、啊，泡水芭比。哎，这两个是泡水芭比的新系列。先猜大个的。哦。哦，这可能是度假系列，穿的都很夏天呀。嗯，这个小姑娘挺漂亮。这个。哦。哟。这袋变成了这种大理石花纹的。泡。哦、给我一个粉红的回音，出来吧！呵，真漂亮。你好，你好，黑子。小衣服、小鞋和小眼镜，给黑子穿好了。看看小妹妹。我喜欢这个小红孩，这个也挺好看的。嗯，哇，这样的，这就是个男孩。我孙子猜出来了，爷爷猜出个男孩来，跑孙子。我这小孙子还挺漂亮，这小孙子挺时尚啊。小孙子，这是黑子，这是孙子。我的爷爷，你是傻子。